时12:30要开菜，所以记得有准备一家一道菜的朋友们，可以开始来摆盘哦。各位旭星科技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暌违了将近3年啊，因为疫情而暂停的旭星科技家庭又来啦。那我们这次一样来到南澳的那山那谷，总共破百人来参与我们这次旭星科技的家庭日。那家庭日呢，最经典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帐篷都会准备一道菜，哇，大家一过来就马上有东西吃，而且我们也让所有准备菜色的会员来亲自介绍他们自己带来的。我们准备的是黑檀糕，有原味跟另一个应该是桂圆葡萄口味的。但现在天气很热，但是呢，就是大家看一下前面这边有两盘那个4.7颗星是白的，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去买的。今天我弄的比较特别，是客家小炒的饭。这个包包是秒杀的包包哦，所以手脚要快。我买了大虾、海瓜子，哦，还有软丝哦，希望各位哦用得开心，谢谢。超级谢谢谢谢。享用完美食之后呢，就到了我们的大地游戏的时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到底玩的有多疯吗？那你要发给你的组员。那因为这次露营啊，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忍不住啊，也跳下去水里。学长，那个粽子放到现在还能吃吗？好吃，美滋的。3, 2, 1。哎呦！谁啊？等下学姐会不会拍，把你剪进去？快把衣服穿起来。那隔天一起床，吃完早餐之后呢，我们就出发去溯溪喽。这个溯溪非常的刺激啊，不仅有溜滑梯，还有跳水。哇，要漂流啦！这次没参与到的会员啊，下次的家庭日再来跟小编还有旭星科技的伙伴们一起同乐吧。